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丸。郑重跟大家说明一次，我不是什么什么控，但福玄真的非常的可爱。老实讲，从测试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到我们这一个香香的福玄 Type C 了。我今天大胆掐指稍微一算，应该800内可以6加5。不过福玄没有什么剩遗物哎，没有帮他准备啊，我知道了，福玄本人平板 Type C。这个是福玄本人平的平板，然后头上这个孔 Type C。800抽内福玄一定会跳出来扁我吧？我看到了 Type C 大人绝对想跳出来扁我，来吧，福玄，我来了。阿蛋，可以把你的运气分一点给我吗？我不求提早出，我只求小宝别歪。Nice。很好，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整体来讲，好像只有阿蛋帮我抽的是最哦。但是大家不要紧张，这个十人也是关键的。我真的只求小宝别玩。五星存户 ，yes， 可以。虽然目前都没有提早出，但命中率确实不错。哎，到底怎么样提早出啊？我好像很久没有提早出了。干，我上次隐月也是全都保底。哎、欸，有提早出吗？好像也没有。哦，所以提早十抽吗？第三只福玄 ，nice， good， 今天命中率真的很高哎、欸。好啦，已经不求早出啦，不求早出的快乐了，只求全别歪。第四只，今天我就要挑战七次全没歪。啊，哎、欸，不亏。好了，板鸭没六星还可以。好了，板鸭是不亏的，板鸭可以，板鸭可以。感当中没有提早出哎、欸，感这台好像运气都被你们吸光了、欸。这里大宝了，谁你中？都没歪，很好了吧？敢乱讲？你要说这个 O， 严格来讲不能说 O 了，你只能说我在衰小人里面来讲算比较不衰的，因为我没什么歪，当我几乎全保底。所以其实你不能这样讲，你不能说这样运气就好。哦，我好希望他提早出哦，要求不多，提早出歪小宝也没关系，感情都保底耶。哦，还是这里，还是我刚刚听到他听到关键字了，小宝歪，完了，开错了，干好衰哦，错，然后这个是大宝。哦，直接跳吧！完了，好像没办法开心了哎、欸。但我这个账号感觉真的被诅咒了。嗯，好啦，还好啦。至少这里没歪。去洗个手吧，兄弟。我来试试，把晦气通通排除。来自卡萨的祝福。线上祝福，兄弟顶不住了，把福玄洗掉了。福玄你去哪了？哎、欸、干，真的没提早出哎、欸，真的很哭干。他妈的全包底是怎样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提早十抽，终于提早十抽也可以啦。宠物不要杰哥 ，OK， 这里杰哥我一定扛不住，可以。好啦，严格来讲还可以啦。各位110抽五张关追好不好？来，各位，我赛马娘喜欢的是后追脚直。来了，关追之神大丸还能起舞，拜托你。我觉得这里关追应该要不一样，我已闭上双眼。我跟福玄一样，什么都不想看。但我其实听得出来，看，我其实听就听得出来有没有五星了。我实际揣摩一下这张关追啊，这张关大概就是这样。这个是福玄，完了还是就是因为我刚刚前面臭福玄，我也没有很臭吧，我是真的爱这只角色啊。你知道有时候我这个人就是可能心理变态一点。我越喜欢一个角色，我就会做越多的梗，也不能说是错了，就做做效果啦。二五不可能大于七五吧？
我数学不错，二五不可能大于七五。Yes。哎，还是我五十抽四支。五十抽四张冠军，狼帮不要放弃。哎，有啦！我操！哦呦，哦，原来，哇，下一个十年出货是这么的快乐，原来是这么的 happy。Yes， 有料，心情就像云霄飞车哎。五分钟前的我，哦，为什么我都保底才出？为什么我总是我看？为什么？记得，啊哈，笑容回来了。还是我这里开始十抽全部一张，我还有四十抽，浮旋浮旋浮旋，结束。好。好像梦醒了。有了，我相信不可能会歪的吧？还是当我膨胀有笑容了之后，你就要把我打落谷底？谢谢大家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、欸，其实好像复活嘞、欸。我是不是忽然像个人了？干，浩轩好像是你在安慰我哎、欸，你叫我洗个手回来，好像快乐一点了。我们台中班阿蛋卡莎都是为了我着想的，我们台中班的友谊就是这么的坚定。谢谢大家，干！完了，我像八百九十抽，差两张冠军，其实蛮危险的，期望值是980啦。哎呦，这时间出一下、啊，哎，完了，好像开始怪怪的。拜托，拜托你 ，OK。这里两张好不好？各位大王的账号要出现第一次，名为双蛋黄了。各位睁大你们的眼睛，这就是我的实力。No， 好像还是梦。嗯，好啦，我求下个小宝别歪就好了。哎呀，都不会提早出哎、欸，拜托你啦！我只求这张别歪就好了。请给我这小小的梦想，我已经不贪求他提早出了。1040 1040 1040 ，Yes， good， 活下来了，好耶！好啦，1040啊，可以接受了。我是不是唯一能开心的就是我歪的不多？我虽然都保底，但至少我其实不怎么歪。对，1040只歪三次就可以知道我到底五星出货率有多低了。我的五星出货率他妈跟大便一样。于是我们笑了，笑着笑着哭了。